为了方便来虎头埤参加游泳的民众会当顺利上岸到平台，因此市府观光旅游局伫落水平台增设上岸的楼梯，目前已经完成作业。现场会当看到平台顶藏有真侪水桶试验载重的程度，来确保进行活动会当安全使用。欢迎全国民众伫10月2号进前踊跃报名参加。第二届虎头埤泳道活动将要伫10月13号登场。为了要方便来回参加游泳的民众，会当顺利上岸到平台，因此市府观光旅运局伫虎头埤落水平台增设顶花阶梯，目前已经完成增设作业。不过现场会当看到平台顶面放了真侪水桶，伫测试载重程度。确保伫进行活动会当安全使用。那因为去年呢，大家下水哈，就觉得好像缺少一个平台的辅助哈。那所以今年我们特地哈，观光旅游局呢特地有定制了一个这个平台。那这个平台呢，大家可以从这个阶梯哦依序的下去，那再上来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吃力哦。那为了要确保大家的安全哦，我们也做了一些承重的一些测试。好，所以它的安全性是非常的好，好没有问题。那欢迎大家10月13一起来虎头埤参加这个泳渡的活动。市府观光旅运局表示，今年虎头埤泳渡活动以第一码头为起点，然后对虎外吊桥下面游过阁游回来，全程大约1500公尺。除了落水平台换新以外，也使用泳渡晶片来统计人数，欢迎全国民众伫10月2号进前踊跃报名参加。记者肖建伟新化区参报道。